是段昭南。今天我们开始段昭南的艺术教学课程。虽然我们隔着网络，但是我们想通过这样的绘画的一些形式，让我们孩子表现自己，体现自己，丰富我们自己的想象能力。对于我每一个孩子来讲，生来具备跳舞、唱歌、绘画的能力，经过这个系统的教学，无非就是丰富我们的表现手段，让我们把自己内心的最美好的语言、最向往的故事，通过绘画的艺术形式表现出来，不仅成就我们，更重要的，我们可以丰富未来的世界。谢谢大家。